哎呦，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制作单位超没人性的啊！你不要讲这么没礼貌的话，我觉得制作单位其实对我们人还不错啊。不是，就前几个礼拜嘛，他们假装跟我聊天，就我说，哎，花花你最怕什么？你最怕的应该是 ，Hey everybody， 动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很好笑吗？好，我问你，五哥， okay, 你最怕什么？我最怕。我真的很怕死了。哎，那个制作单位，我们今天可以不要录这一集吗？制作人，这太没人性了啦！你其实不需要这样子，你一直拍他做什么？你不觉得小蜜蜂很可爱吗？蜜蜂我是觉得还好。你会怕蜜蜂吗？我超怕蜜蜂的，好不好？但是制作单位都是这样，通常你越怕什么呢，他就越会招呼你来进行什么样的主题，你知道吗？是哦。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还好，应该不会太。应该不会太紧张，因为我这边有个朋友，我约他很久，他没有到。哎，五哥、花花，你们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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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？哦，我是接下来请你们帮忙工作的主管。哦，主管来着哦。主管好，哎，主管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主管，我们可不可以离那边远一点？哦，好，我们赶紧离远一点。对，这边是哪里？因为我们刚刚一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里超大的耶。哦，对啊，我们这里是绿世界农场，而且你知道我们这边占地多大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我们这边占地有70公顷这么大，在这里面都是绿色植物，而且都是生态。那这样子跨过来的一步的意思就是说嘛，离那边远一点。对，离那边远一点，因为我怕蜜蜂嘛。那因为我上次也来过，然后这里有超多动物的，也有可爱，有不可爱的，有一些可怕的。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这边要干嘛呢？我们来这边目的啊，当然是要请五哥和花花来帮我们做我们的一日照养员啊。啊哦，有一点可怕啦。不要紧张，一日照养员。哇，那这样很累，70多公顷，那我们哪照顾得来啊？哎，真的一定要可爱，不能可怕哦。哦，不会，那你知道我们首先要在哪边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。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个？没有啊，在哪里？没有吗？就在这边眼前啊。哎，这么大一片哦，这么大一片，是我们要去照顾哦。哎，那接下来呢？这个就交给我们五哥和花花了。那我先离开喽。喂，你为什么要离开？喂，我被蜜蜂蛰怎么办？蜜蜂蛰会死掉的吗？会死掉，五哥。我觉得花花已经开启了疯狂的自毁模式，你知道吗？会死。冷静点，我们先认命点，去找这养蜂场的同事，跟他好好聊一聊。不要怕，有我在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先去找他们。好，走。今天五花派遣会社来到位于新竹北埔的生态农场，将休闲娱乐与动植物的自然生态做结合。究竟今天五哥和花花来到这里出任务，会发生什么爆笑的事情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嗨，你好，大姐你好。我们今天的工作呢，来这边哦。要干嘛？要帮我采蜜。哇，太多了吧，太多了吧！不要管我，密集恐惧症，我密集恐惧症。不要去撕我的帽子。你去。好，我来。女生漂亮，吃这个。对。拿着，然后嘞？那你要甩掉，我才有办法给你们吃到很棒的蜂蜜。甩什么？甩到里面去。我甩。啊，我懂了，你这样拿，用力这样甩啦。小心拿哦。你看我很专业。那你要甩进去哦。喷一下，那没关系，喷一下再甩。哎，对对，海，他已经好甩，来甩到里面去，太小力了啦，五哥。对，屁股要抖一抖。大姐讲话怪怪，叫我屁股抖一抖。他是说刚才抖了一个，他不是抖的屁股抖一抖。来 ，OK，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了，这个就是蜂巢。是。那我们要吃的蜂蜜是这个。哦，是这个是。封盖的。现在就可以吃了吗？我们要把它。等一下，我们还要采蜜哦。哎呦，所以要把这层皮。没有，其实呢，这个就可以吃了。是。可是我们现这可以吃，这是辣，这个已经封盖，它蜂蜜已经其实酵素已经很多了。嗯，真的，好多酵素哦。可是好像嚼不烂，它好像不用咬。它是蜂蜡，那以前的人是拿来做蜡烛，或者是蜡烛。所以我们只是要那个甜味而已。其实真的很甜的，不能吞进去哦。好，那个是蜡，是不能吃的。那我们要采的就是这上面。来，我帮你拿着。好，拿这边。我们要去采蜜箱。好，走。它是要把它放进去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这个是2、4、6，有六片哈。那我们要把它放到这边来。放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工作这边，那我要转是不是？要很大力哦。对，要转很快吗？要转很快，要把它甩出来。用离心力就对了。对，这个要踩要
起，对不起，老板娘，对不起。已经踩错了。到前面好了。到前面。好。来，这个是你们自己采的蜂蜜，来。颜色呢，它比较淡，因为采出来的蜂蜜，你刚吃的颜色就是这样子。可是还是很漂亮的琥珀色。对。蜂蜜比较不容易会造成身体的负担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天然的葡萄糖。一、二、三。好好吃哦。好香哦。太好吃了，蔡丽仙。它都整瓶好了。啊？真的吗？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一罐。你自己来装好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吗？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身为一个演艺人员，不应该做这种不好示范。人家的把人家鸡弄坏了，还拿一罐蜂蜜，真的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对啊，真的是。这样真的不应该耶。有大一点的罐子吗？对。像汽油桶那种。我装一点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。这个好好吃哦。刚刚真的采蜜的过程，可比我想象中其实要难多。哦，好辛苦哦，真的很辛苦。你辛苦什么？要老板娘才辛苦吧？我一直转不辛苦，我一直转。今天的疲劳就是靠这一瓶了。来。气泡要干嘛？泡什么？泡蜜水啊。蜜水？对呀，这样是怎么吃？整罐吃啊？那怎么啊？蜂蜜糖，来来，我跟你继续。你要小心一点哦，五哥。我知道，我向来很小心。哇，这蜂蜜水这样每天喝的话，可以延龄益寿，而且可以养颜美容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还有一个工作还没做哎。啊？什么？因为蜜蜂不是只有采蜂蜜而已。还有嘞，它还会带很重要的一样东西，这是做花粉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去看看花粉怎么来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啊，好，走走走，好，来，很重要的工作，是是是是，教你们怎么抓蜜蜂啊？不是不是，抓蜜蜂没有啦，好啦，我不行啊，我不行，哎，怎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，他腿好粗哦，不是腿很粗啦，他腿，他不是腿，那是花粉吗？是。这个很重要，近一点好不好？我们到旁边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是蜜蜂在雄蕊，是不是？这蜜蜂你看它抓的时候，它不会蛰你吗？其实它很脆弱。你轻轻碰它。那你可以把它弄，你可以叫它走开吗？这一只五哥，你把它弄走，快点！真的，起，它起来，走开，好厉害哦！一天就学会了，五哥你走开，走开！我跟你死定了，我跟你死定哦！等一下我要有苦很厉害哦！我跟真的，他学习效能力超高，你再来我们这边，那是你教的好，真的还要有你。我爱吃这个，好好，来这边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哦，所以说老板娘，你刚才说这个是神秘东西是什么？仙丹。什么仙丹？这个是蜜蜂的主食。所以蜜蜂是吃花粉哦。蜜蜂是吃花粉。所以蜜蜂不是吃蜂蜜，是吃花粉。真的。那怎么吃？就直接到嘴巴里面这样吃吗？直接吃也可以。啊。那这是什么味道？香香的。可是这样不好吃。来。你不早讲。加在水里面。加进去，然后嘞？才好吃。加进去才好吃。整晚都没办法睡了哦，他都不回家哎。对啊，这样最好。他现在整袋回家哦，整罐吃。好，他感觉比较浓郁了。OK。那今天这个养蜂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哈。好棒哦！我们今天的工作都是要带着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好意思呢？真的哎。在那边结账嘛，对不对？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真的吗？因为你们今天已经帮我工作一天了，我好开心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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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抱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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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一下。